伊斯兰社工作和行为在传递塔比伊生活中的范例，一切赠送传归安拉，容世界的主。安拉在古兰经中说，在他们之后到来的人们说，我们的主啊，求你赦宥我们，我们的主啊，求你赦宥我们，并赦宥在我们之前已经尽到的要保我们，求你不要让我们怨恨在我们之前已经尽到的人们。我们的主啊，你却是仁爱的，却是仁慈的。我见见万物非主唯有安拉独一无二，我见证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仆人及其使者。安拉从众仆人中选选一些人来捍卫圣人的使命，并重视的传的这种使命，为了捍卫这种使命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和财产。阿卜杜拉·伊布尼·马苏的传书安拉的使者说，最好的时代是我们的时代，然后是爱着他们的时代，然后是爱着他们的时代。他们重视的传的知识，他们宽厚正教，不吃极端者的歪曲偏执的怀念和不学无术者的胡说。安拉怎样他们说，前世和复世中的现今之以及跟住他们心肠的人，安拉喜爱他们，他们也喜爱他，他也为他们预备了下临如何的乐园，他们将永于其中。这人是伟大的成功，在传弟子是生活在是生命弟子之后的那一代人，三传弟子则是接下去的那一代人。在传弟子是从与圣门弟子去学，与圣门弟子，圣门弟子曾指出他们的高贵知识。其中有 Ibn Omar 对 Sa'd 的见证，他说，以安拉法师，他是一位敬畏者们，他也说，你们去询问 Sa'd Ibn Mas'uba，因为他与圣人同坐。阿卜杜拉·伊布尼·阿巴斯去世以后，阿塔·伊布尼·拉巴向人们解释教育文明。伊布尼·奥马尔来到麦加以后，人们向他询问教法问题，他说，你们向我询问教法问题，你们中有伊布尼·阿比·拉巴在传弟子在喜爱穆圣方面做出了最杰出的榜样。先前时期，如果一个人提到穆圣的名字，他们就应热爱他、渴望他和尊重他而泪流满面，他们怎会不可泪呢？当穆圣离开一更早熟时走上讲台时，他由于渴望和热爱而劳累纵横。哈桑巴斯提到这段新闻时说，穆斯林啊，树木热爱穆圣想接近他，你们比至古穆更有热爱和渴望。有人问伊玛穆马利克，你就学于阿尤布萨克提亚尼，就安拉赐门他。马利克说，我从没就学于阿尤布萨克提亚尼，但是我一直看见他。如果一个人提到穆圣的名字，他就因热爱他和尊重他而泪流满面。在传弟子热爱穆圣、
渴望他和尊重他，因此他们学习母神圣训时，他们沐浴精神，使用香水，穿上最好的衣服。阿布萨拉玛说：“麦里克·本·安纳斯出去学习圣训时，他做孝敬，沐浴精神，使用香水，穿上最好的衣服。他这么做，只是为了尊重母神的圣训。母神也善言提到一些在传弟子，例如维斯尔卡拉尼，因为他常常孝敬他母亲，所以母亲告诉他们，孝敬母亲认识安拉答应他的祈祷的一个原因。欧马尔的传说，我听母神说，乌维斯是最卓越的在传弟子，他有母亲在世，他常换牌点粉并你们见他时，请他为你们求饶。在传弟子坚持来自圣门弟子对伊斯兰教的认确认识的忠贞的道路。曾有人问哈桑·巴斯里：“你是穆米吗？”哈桑·巴斯里对他说：“信仰有两种，如果你就信仰安拉天使天经中时时天堂活于死后的复生和亲算亲教我，那么我是穆米。如果你就安拉说的日有日当人是行事，当纪念安拉的时候，他们内心感觉空虚；当宣读安拉的迹象的时候，那些迹象增加了他们信仰，他们只信任他们的主，他们遵守白宫，并奉是我所赐予他们的财物。这等人确实兴起，他们将来在主那里得享受许多贫瘠、饶恕和诱惑的滋养。请教我，那么只按了法师，我不知道我是否他们中的一员，在传递在一行性方面做出了最杰出的帮帮。苏菲安·萨维说：“我们认为的确宗教是一心的。我们在阿哈瓦兹的方和胡拉乌瑞亚进行了一场战斗。当我们一条河边上时，一个人受了日牲畜做热礼拜，他的牲畜向印度的控制过他射进的拉热塔，又是拉不过，还跟着牲畜走几步。说二百说，还有哈瓦勒白的一个人一直说：主啊，你惩罚一下这个老头儿吧，看他做的。当那个老人李万白转过身时，他说：我听见了你们的话，可是我虽失职参加了六次，一说是八次，让你我亲眼见过失职在礼拜中所采取的最容易的方式。我认为安拉是身处比方开他要好，如果放开了他，他必回到他最习惯的地方，这是比给我带来的困难。他从母亲教育心情安拉的事实，从不选择粮食物件，是最易做到。只要不是犯罪行为，若是犯罪行为，他总是离得最远。牧师说：你们当给人方便，不要强人所难，保人们齐全，
不要恐吓人们，要说任何事我要了，温和就得到了，装饰任何事物失去了，温和就变得难看。在全地自在，温情亲爱热情，不爱和仁慈的对待他们的同胞方面，做出了最杰出的榜样。胡赛因·伊布·阿里密码的节义事实，把钱送给贫穷者和赤贫者，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他去世以后，他们发现他把钱送给贫穷者和赤贫者。他在赡养100个麦地那的家庭。温情、亲爱、热情和博爱不仅限于穆斯林，也包括所有人们，无论是穆斯林或者非穆斯林。奥马尔·ibn 阿卜杜拉兹曾热心巴斯拉的官员说，如果异教徒中有一些白发的老者、弱者和无依无靠者，那么他们有权获得国库中的钱，你负责供给他们在这一做法中。他仿效奥马尔·ibn Khattab 的拼的。一次，奥马尔·ibn Khattab 看见了一个兴奋天津的老人向人们伸手，他下令把天和财产给他。关于希腊民族，哈里德·布尼瓦利说，如果他们中有一些白发的老者、病者、弱者和贫穷人，那么他们有权获得国库中的钱。在这些做法中，他们都仿效穆圣，并将这来自圣门弟子对伊斯兰教的正确认识的宗教的道路。按了说，我也曾为你们的宗教而对你们作战，也为曾把你们宗骨雄取之处禁止。安拉并不禁止你们怜悯他们、恐怖待遇他们，安拉确实喜爱恐怖者的。温情、亲爱、热情和博爱不仅限于人，也包括所有动物和种鸟。奥马尔·ibn Abdulaziz曾热心埃及的官员说，你要善待动物和种鸟，因为我听说你把以前拉特勒放在牲畜上，你应该把六百拉特勒放在牲畜上。在这一做法，他仿效穆圣，因为穆圣对一个人说，在对待安拉赐给你们的这一年出生时，你不敬畏安拉吗？他确实向我告状说，你让他挨饿并使他劳累过度。我说了上这些，就安拉饶说和你们一起赠送全国安拉用知识的主，我见证万物非主有安拉独一无二，我见证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仆人及其使者。各位穆斯林，在全地自在、宽容性、温和的对待人们方面做出了最杰出的榜样。可他的说，我们来到哈桑巴斯里的家看望他，他在睡觉，他旁边有一个篮子，他拥有面包和水果，他把面包和水果给我们，然后他微笑而说，活在你们朋友的家里，你们饮食对于你们是无罪的。这些做法都说明知识的价值，并遵循安拉宗教。这些做法对于物质的
为人即使宗教的人都是一个切实的教训。穆信说安拉说会知识不是直接从人们中取消知识，而是他借由知识的人的死亡说会知识，直到他不让一个有知识的人存在于世间。那是人们拥戴无知的人做领袖，有人向他们请教，他们表无知的为人解释宗教，他们自己迷雾，有时他人迷雾。在传递事后一代的有两模范，阿布嘎法要求伊玛目马利克伊布阿纳斯同意把穆瓦塔书籍出版到所有伊斯兰国家。伊玛目马利克说，荣幸吃的领袖啊，你不要这样做，人们都曾听穆圣先生，所以你让人们随心所欲的遵循他们所喜爱的教派。他们在前修方面做出了最杰出的榜样。伊玛目沙法伊和他的学生尤努斯·伊布·阿卜杜·阿尔拉就一个教法问题产生了分歧时，尤努斯愤愤不平地离去。伊姆将领尤努斯听到敲门声了，他说：“谁站？谁站在面前？”伊玛目沙法伊说：“我是穆罕默德·伊布尼·伊德里斯。”尤努斯说：“我没记得那是伊玛目沙法伊的名字。”我的名是，我很惊讶。伊玛目沙法伊说：“尤努斯啊，我和你有很多教法问题没产生分歧，但是有一个问题产生了分歧，我们不要为此而起争执。尤努斯啊，你不要赢得所有有吉尼的问题，因为赢得人们心比赢得论证为重，不要破坏你建造的人们情沟通桥梁，会有一天可能需要这些桥梁。你不要恨错人不人，但你应该恨错本身，你应该讨厌罪恶，同时你应该原谅犯罪恶事。尤努斯啊，你可以批评说话，但是要尊重对方说话的人，因为我们日子是消灭疾病而不是病人。我的学生们遵循生命弟子、再传弟子和先传弟子的纲领教育和行为，因此他们是我们的最好榜样，因为他们坚持来自生命弟子和再传弟子对伊斯兰教的正确认识的认真的道路，具备穆圣的品质会和善言，而全人遵循指导入道。就安拉让我们都属于倾听言刺耳人甚至没入的人，这样的人却已受到安拉的引导，确实有历史的。